观众朋友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对吧？我们要不要让我们的胡彦斌和张碧晨现场即兴合作一曲呢？我记得在上一季里面有一首歌热度非常的高，叫做《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》，对吧？二位可以现场给我们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吗？当然可以。陪你把沿路感想活成了勇敢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，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故事给说完。